张翰是不是最近特别忙呢？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眉头紧锁的感觉？是，挺开心的。就可能刚是最近一直在拍戏嘛，然后大家都是就连夜赶回来参加这个活动啊。嗯，张翰好像最近有一个新的电影，跟我们说一下那角色有什么？哦，对，那个希望大家可以在那个大年的时候可以去观看我们的电影，它是一个港式喜剧啊。你自己的角色有突破吗？相比以前？突破就是很喜剧，很搞笑啊。叫什么？嗯？叫什么呀？叫神探驾到啊。希望大家多多捧场。你觉得自己有喜剧细胞吗？其实我挺有的，只不过是你们不知道。就像余杭子那样的喜剧细胞是吗？就是会有一些冷幽默吧。对对对，嗯。那当你像今天这种室外红毯，会不会特别冷啊？我看您在红毯上，就我心思全在衣服上面，没时间想那个冷不冷的事儿了。那件衣服让你体温还挺辛苦。对。对，哎，两位好像最近都在拍跟星海有关的题材嘛，好像张翰有在拍《冬笋》，然后李宇春也是拍那个山嘛，对，就介绍一下这两部戏。嗯，你先来推荐。你。走的时候不拽着我，一说话的时候总是让我先说啊。好，那个蜀山因为还没有开拍，但是我首先觉得跟吴老板合作呀，就还蛮期待的，应该是一部武侠戏吧，因为具体的那个完整的剧本我还没有看到。丽莹也有两部新的电影，好像就是《十年》和《一路惊喜》，和我们说说你的突破吧。十年也是比较青春题材的电影，然后一路惊喜也是在里面饰演一个麻辣娇妻嘛，所以这会撞期吗？你那也是过年放，我刚才问你。对，我们也是过年啊。啊？觉得谁的票房会好？他的票房好。不是了。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双赢嘛，大家都好。那鱼塘夫妇说说大家喜欢，那之后会不会有再合作的打算？有机会吗？有合适的。好，最后两位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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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